来坐着坐着坐着放心，走心两段。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配合警政署，于3月8号到17日实施全国同步减速非法枪械行动，在专案期间，总共破获两案，一共查扣了自制枪支2支、非自制枪支2支、非自制枪的半成品4支、空气枪1支，还有自制子弹6颗、非自制的子弹成品、半成品以及改造用的工具。枪支的零组件一批，在数枪的行动期间，也查获了一级毒品海洛因174公克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8公克。那在个案的部分，第二案是第四队的部分，那第四队的数枪对象是一名黄姓的犯嫌，该名犯嫌平常是以包揽土方工程，还有经营桌游业、桌游馆为业，他平时的作风相当的嚣张。勇枪自重，可以说是在地的一股黑势力。他将枪支跟毒品藏在鸽舍，又养了一批美国二八犬来看守这一些枪支跟毒品，自认为没有人可以接近。经承办远景，多方的尝试一再的突破，经过多日的监控，掌控了他的犯罪市政及相关的处所，于拂晓攻坚，一举来破获这一个藏匿在鸽舍的枪毒案。